注意看，如今2023上海国际车展如火如荼的在进行，各大车模争奇斗艳，但有一个人，他被称为最美车模，拥有天生丽质盛世美颜，还被众多网友称为车模中的劳斯莱斯，一颦一笑更是倾国倾城，宛如阳光般明媚温暖，眼眸深邃盈盈含情，就像一缕清风拂过，凭借清新柔和的笑容，优雅知性的颜值，让人看着如痴如醉。他就是芙蓉如面柳如眉，回眸一笑胜新华的绝代佳人牛牛刘擎，拥有1.75米的身高，体重却只有49公斤，来自美丽的鱼米之乡浙江嘉兴。他被称为全网最具人气的女车模，为数不多从不直播，还能成为车展炙手可热的明星车模，一举一动总能散发唯美的气韵。白净如雪的肌肤和婉转峨眉的笑容，让他整个人的气质魅力扑面而来。为他而来看车展的人更是车水马龙，因为喜欢他的人都知道，牛牛是一个安静温柔不炒作的网红。他的容颜美丽动人，宛如花间飞舞的蝴蝶，如潺潺流水，浅浅的笑容让人恋爱有加。现在的牛牛刘擎正在上海国际车展为比亚迪汽车品牌站台，一身白雪公主般的搭配映衬出了他独有清新淡雅的气息。这样的牛牛，你会不会去车展一睹他的芳言呢？